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法国悠悠。今天我们出来到一个湖边过来游泳，然后顺便野餐。然后这个湖还挺漂亮的。Après, je sais pas.这是海滩附近的一个露营地，然后有很多家庭都在这边度假，住在这里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露营地旁边的厕所是什么样子的，特别无语，就是你直接进来就是男厕，他们就是没有任何阻挡，然后旁边有两个坑位，还算是比较干净，还好。这是这个湖的地图，叫桑吉内，然后湖还挺大的。如果你们就是在波尔多附近的话，可以过来。我觉得从波尔多过来的话还挺远的。如果你们在那个阿嘎颂的话，可以过来吧，应该是。看一下怎么介绍的呀，就是你们可以过来骑自行车，一共有15公里或是16公里的。法国这边游泳的地方其实特别多，比如说像现在这里的这个湖，或者是沙滩海边。但是湖的优势就是它的水非常的平静，然后很浅。不会像海洋那样就是很大的波浪，很危险，并且人也比较少，比较安静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你们的时间和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